请我们的观众朋友让开尽量往左右两边来移动，往左右两边来移动。我们的车子呢要做一个绕行的动作，我们车子要做一个绕行的动作。继续来介绍，是咱小弟弟家咱的好朋友咱台北春生花，以及咱台北春盛花、咱永花技术人员共同来战警，咱共同来战警。尤其咱今年的楼主咱青山宫今年楼主，咱的张凯清先生，咱的张凯清先生来赞助咱花车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花车装置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龙车龙车古亭的一个风格，可以说是别具用心在这个极展花艺的布置之下。好，接下来我们在红毯之上再来邀请欢迎，是我们台北春盛会、台北春盛会我们会长林玉浩会长来带领的全体执事人员，三天温岁数贵包你农历家贵礼上礼礼六一号家新红烧在给你，今天咱台北春盛会、台北春盛会，今天咱会长林玉浩，咱的林会长、咱的副会长罗冰如先生，以及带领咱楼下众技术人员，到时来设计客家中大万岁三太岁阿公安大进前，献下参拜大礼，再出来献下三鞠躬礼，一鞠躬拜，再鞠躬拜，三鞠躬拜，再响。再出来敲六波来献下咱的凉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还没。我们这个台北尊诚会跟尊盛会现在要把饮料喝完就是你们了，来现场要喝完了。这个如果被卫福部看到可能会被开罚单哦。对啊，我们疫情哦，各位自己保重各位自己保重。来，赶快，大家一起努力这桶要喝完喽。在我们台北的尊盛会我们两会呢这次担任非常精心的这个进站队伍进站单位，由我们的会长林玉浩会长。来，喝完了没有？这是我们可以见证到他们的感情非常的浓厚。谢谢。用水管喝饮料，还有人偷偷倒酒不简单了，这桶可以喝完，非常不简单。来，再次感谢咱台北春盛会、台北春盛会，咱再行下。准备献下三拜大礼，带出来祝福咱十字里家中大万岁开工体灵，平安又幸圆满大典。有滴咱台北春盛会、台北春盛会会长林义浩，以及咱副会长郭冰如先生，共同率领献下三拜大礼，一拜风调雨顺天祝福，礼拜国泰民安吉太平。三拜合家平安情智慧来小谢谢，非常感恩，谢谢我们尊诚会、尊盛会，谢谢我们林会长，感恩非常谢谢你。
出。啊，这个是属于我们台北呢专有的风格。那待会呢，他们也会演出一段这个狮子要喝酒啊，然后会呈现这个狮子醉酒的一个样貌，官兵的仪式哈。哎，人多啊，就是好看，人多就是好看。好，同时呢，在我们红尘的前方，有我们台北技术楼，我们台北技术楼的团队也在后方啊，在准备。那现场呢，即将为各位前线的是我们代表哈巴塞啊，要来喝酒哦，对了，要来喝酒的这个演出哈。会不会醉？会不会醉哈？现在我们的狮子在喝酒了，啊，小朋友回去不要学的，哎，这小朋友回去不要学哦。这些大哥哥们都有练过的哦。啊，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比咱台胞的表辉。另外一个啊，一个表演的这个内容啊，啊，会当讲非常的尽心，一直咱主角呢来准备这个礼物啊，啊，要来给咱台北西啊来啉。同时呢，休闲时间呢，大家会当来观赏看咱的台北西啊，车况是非常真好啉啦，哦、啊，咱会当来观赏啊，咱的台北西啊，酒性啊，以这个酒水的这个部分啊，更可能啊来安装。来演出，他们正在喝酒了。各位请记得，我们看到小动物的时候，你不要拿啤酒给他喝哦。我们的李会长又出考题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舞狮大哥们，有的肚子都很大。他们喝完的会将这个啤酒罐呐 啊踢到旁边。来什么了？来莫斯来当社会来观众，咱台湾庙会啊，这个演兵精彩演出，咱台湾庙会演兵精彩演出，很出奇啊！咱的这个台北西啊，已经将过关的秘鲁哦，已经拢甲啉了咯，过关秘鲁已经甲啉了咯，哦，咱很出奇来看这个西，会呈现什么款的这个模样演出？哎呦！已经有的在吐泡沫了，来来来，让个光，让个光。
来，我们的狮子在我们红盘之上咬了一颗寿桃。来，感恩我们祥狮献瑞，咱的啊大发腮再出来献狮，发的咱安大再出来彩狮来表演。可以说他们的演出非常的卖力，非常的认真哦。谢谢。来一支。来，我们旁边看观众人，观众朋友注意安全。咱的台北西啊，这个演出呢非常的用心啊，到时咱安大弟兄呢啊，再出来彩听来咬听啊，会当讲啊，非常的用心，非常用心。来，我们一个主持人，那个嘉庆哥，嘉庆哥上来，来，请我们的执事嘉庆哥上来，他咬凤梨哦，啊，象征一个好彩头，要送给你。这些哦，我们可以说呢，这个训练非常有素，非常专业。感恩，谢谢你，祝福大家旺旺来。谢谢。我们呢，这个在台北这个狮的表演当中呢，有所谓的咬青跟彩青的演出内容。咬青呢，他们会把咬这个白萝卜，或者是凤梨，或者是这个具有喜气的这个水果。来献给我们主家的人，来象征着啊这个吉祥、赐福、平安，由我们的神兽、我们的祥狮啊来呈现啊这样的一个吉祥来赐福。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几只狮子开始在对了哦。由我们执事啊，我们的嘉庆哥，谢谢啊，我们的狮子献这个苹果来祝福大家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尤其在我们这个疫情过后啊，可以说是大家啊都平安的度过啊这个天疫的大劫啊。再一次呢，祝福我们汐止区我们附近的全体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全体的住户，还有我们汐止的里民，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背心馆长没有来。哎，真的假的？他们这一阵都没有来。没看到。太难了。这个舞狮的表演呢、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尽心卖力。各位可以看到，他已经醉了哦，这只狮子已经醉了，所以他有所谓的翻滚的画面的出现，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啊！这个表演啊，非常的用心。哎呦，好哦！结合了这个运动，结合这个特技哦，还有翻滚啊，可以。醉了醉了醉了。
是这场消耗体力。掌声谢谢，掌声，各位掌声吧。啊，谢谢我们台北的啊尊盛会以及尊诚会啊，有我们的会长的这个正头队伍。接着呢，在我们红台后面要登场的呢，是我们的台北技术楼。将军的
说是非常的庄严肃穆。Yeah.
找青爷呀、啊？青爷跑到哪里去了呢？人呢？人呢？各位看得出来吗？他就是你跟我约好了，我们要在桥下见面的。啊，这一段范谢将军的故事，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哦，但是也有的人不晓得。啊，在我们台湾民间的这个谢范将军的传奇演义故事当中呢。我们七爷跟八爷啊，他们是一个兄弟情谊的约定。当时呢，我们可以回顾当时这个故事当中啊，是下着倾盆大雨啊。那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百姓能够安全的过桥，我们的这个七爷跟八爷啊，他们在这个桥下啊，把这个桥给撑住啊，让这个大水啊。赶快让这个民众可以平安度过哦。后来呢，他们相约在这个桥下要见面啊，结果呢，哎，一个在桥下哦，其实他已经被水给淹了。那等到另外一个兄弟回来的时候呢，看见这个大哥的尸体啊，于是就痛哭流涕。后来呢，两位呢都纷纷的呢，成神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八爷在找七爷。好，我们晋王公这个侯王会可以说非常的用心哦，准备了一段范谢兄弟情啊，来呈现给我们现场观赏庙会文化朋友啊。现在他们呢已经相遇了，好，接下来他们要一起感谢兄弟情谊，来进入到红毯，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些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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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公正机关的告，好心三万八千国民永定天中，一日莲花化成中央妙相，十方世界公正入口出行，政府在中，前期大中央咱台北成天会，中华万岁三太子公圣尊，一日咱是吉利家中华万岁安大，再出来参拜祝贺。中坛元帅啊，圣驾莅临，我们谢谢你家中坛元帅。再次为着咱挥手，你空间全体天下上上礼。再次来中央咱台北西南中药红会，以及咱台北啊，咱中华万岁三太子公圣驾参拜祝贺。再次来天下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请红牛。谢谢我们教班辛苦的教班同仁，欠在丢，再次来一片片，再片片，三片片，小心。再次来高雄啊，南中广万岁，新中东台，何公子民上。
喽。是我们的一样是铁定坛小法团，对不对？来，我们尽量压缩时间，再拜托我们小法团同仁啊，帮我们压缩时间哦，谢谢你。可以说是这个名震南北啊，啊非常有名的这个小法团的团队啊，再次感谢让台北海联港让你奥上让你小法团，让中和翁家楚团队让你精顺弟兄，我们的真损二将来自于我们真中和王家破啊，我们真损二将莅临我们红坛来参拜来祝福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演艺团队啊，大家能够尽量缩短的这个时间，反正谢谢辛苦了，再麻烦我们正头演出的团队，大家能够缩短啊那个演出的时间。
谢谢我们跳脚团，非常感谢咱王家厝萨克团啊，咱萨克公林啊，辛苦辛苦。很支持，伊来咱王大，是咱啊中和王家厝，安尼中顺二中啊，感谢咱王大来参赛来祝贺。都知道我们真审二将都是从我们新庄观众所的一个系统的发源来传承来传扬。Thank you.
伫恁阿红团来祝福。好，来，咱现场现在要来放炮吼，我们现场要鸣炮。谢谢我们中和王家错甄选二将啊，非常感谢咱中和，来自咱中和，咱王家出精顺离中啊，而且呢，他们夫妻俩非常的客气啊，提供我们免费提供我们啊这个场地啊来进行。接着在红毯，我们来邀请欢迎决胜团。那个我要说一下哈。
大来祝福。这些英雄雷会成功，众神去受消磨使用，诚心忠言安台帮尊圣会，新家里人会感激受。今日咱李会长兵下上兄弟，一奉扬拜，再奉扬拜，再奉扬拜。圣尊来莅临，那是天地家中大万岁安大来参拜来祝福。接下来有一段桃园燕的诗，我们桃园永德社。
情绪如常，大家人是自己家中多安睡安大，再出来参拜来祝福。啊，时间的关系，咱尽量用时间，这个因素时间来缩短。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来将啊和平啊嗯治疗来尽量来缩短，啊，省时间。非常感谢您辛苦，啊，非常感谢。万德里来，不愁眠，万德里来，把咱们这些情绪民族全在演出。是我们桃园远道而来的团队，由我们的永德社啊甄选二将，我们永德社甄选二将啊精彩卖力的演出，感恩谢谢你们远道桃园远道而来。咱的中央圣家啊，咱的金城国啊，金城国这个音乐性的啊艺盛演出，带出来中央咱新疆地方会，咱的金城国啊，所有的同仁啊，非常辛苦，非常感谢，咱尽量来缩短这个镜头啊参拜时间，感恩谢谢你。
谢来自我们新疆弟兄会来自新疆国青菜烟草来掐他的心肝啊，掐他的心胸，来尽量来缩短啊，这个验尸的时间啊，时间的关系，麻烦是不是请我们的义诊朋友们啊，尽量缩短啊这个演出的时间哦，啊，非常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来，欢迎是我们的凯嘉，我们台北凯嘉啊，这个神将团队。再次来恭贺献歌，非常感谢。但是我们这次的活动呢，要非常感恩我们协办单位，来自于我们旭仁企业以及我们富阳国际啊，共同来协办啊，来协办我们这次戏子李家中坛元帅啊，开棺启灵啊，平安绕境大典。非常感谢咱新疆新加团队，多谢咱安达来参拜来祝福。好，是不是请我们的义诊团队呢，尽量来缩短这个演出的时间。非常感谢咱来自咱台北明天堂，咱明天堂，咱的新加啊，咱的新疆新加。李林娜王铎来参拜啊，咱的陈立根啊将军啊，咱的陈立根将军，以及咱顺风立将军，刚才咱啊王铎来参拜。各位呢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我们台湾义诊呢，这个属于大型神偶啊的这个啊行走的步伐啊，包括他们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个女人，而且是戏曲化的一个装扮和造型。啊，来自我们台北明泉堂啊的神将团队啊，我们的神将同仁啊，这个每一尊啊，至少大家都重达20斤以上哈、哦，这个都重达，这个重量都非常的沉重啊，尤其是后面又有背这个旗子啊，可以说是呢啊，非常的啊辛苦不容易啊，所以感恩我们台北明泉堂的神将团队，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非常感谢咱台北明泉堂，咱的新疆团队啊，咱新疆团队来演出，咱新疆同仁非常辛苦，感恩，谢谢你。好，是不是请我们后面的这个阵头团队继续往前进。好，尽量我们来压缩时间。感恩，谢谢。来，请我们的啊义诊团队啊队伍来，接下来呢啊各位要注意哈、由对会得功，正行可修下莫修忧，再出来行政下岗推岗个手，来中央蓝头红的影子下，蓝新家李林设计，李家永大万岁安大李林祝贺，再出来中央蓝新家。欢迎就好，非常感谢我们桃园永德社啊，我们的神尊，我们的圣将，我们的神明代言人啊，来到我们现场。
来就来中山啊，下咱的新家车下马，下咱的新家下马啊，再出呢各归本位，再出来各归动物，各归本位啊，欢喜就好，非常感谢咱的新家为咱安大家来祝福。我给很多亲母兄弟在您安大来参拜来祝贺，乡亲来跟娘，我给很多亲母兄弟在您让安大来祝贺，来主持来迎合上兄弟，一上兄拜再上兄三上兄家园。就来恭迎，那边一点，太代表。非常感恩来自我们桃园永德社啊，远道而来，从桃园永德社啊，远从桃园远道而来的团队啊，谢谢我们辛苦的教班同仁，以及我们全天上帝圣驾莅临。啊，谢谢，谢谢。好，迎天后仪，感恩我们桃园永德社，我们全天上帝圣驾莅临。感谢南北的金木恒天兄弟，从无用心终结最后恒尊，李林南石水利家中大万岁，带出来江山献歌。来，我们参拜的队伍来尽量缩短啊这个演出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有限，现在中原标准时间晚间6:35。由我们的小朋友啊来担任这个跳将的角色啊。俗话说呢，台上三分钟啊，台下十年功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啊，啊，这个不怯场。桃园哲心社观众手，非常欢迎咱同行吉林家观众秀团队啊，非常感谢林中泰演出。All right.
谢谢我们桃园泽新社观战手，哇，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小朋友完全不怯场了。恭喜主头，一起来回顾今天的学习，来恭喜主头。好啦，恭喜进行下，让观战手再出来啊，助攻来。让我们的小朋友啊，这个回去吃平安，谢谢你们，感恩，谢谢来自我们桃园的团队，还有三杯的饮料，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庙会义阵的传承哦，后继有人。谢谢。琴琴，这个琴饮料有仪式的哦，不错，这个老师都有指导，来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哦，这个老师都有教的，这个琴的动作都不错，非常好，南宫名师出高徒哦，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在我们戏子啊，来要来来弹琴，我很好奇我们的小朋友几岁呢哦，几岁啊，四年级跟三年级，来来来来，我们非常掌声，我们再谢谢我们小朋友非常精彩的教育演出哦，我们看到台湾庙会的希望啊，谢谢谢谢，天母宫天妃庙，我们桃园天母宫天妃庙，我们泽新社观将手，感恩，谢谢你们。射不出去啊，这是为什么？谢谢，谢谢我们泽新社的小朋友，谢谢你们辛苦的扮将，精彩的演出。那时间的关系哦，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团队同仁尽量把时间给缩短，非常感谢咱桃园啊，咱的天母宫、天妃庙、咱德兴社祝贺。Thank you.
非常感谢咱来自桃园很富彪很飞镖咱的执行车咱的观众秀团队，非常感谢林志玲精彩表演。神会我们的神将阿丽领导我们的会场，非常欢迎咱台北孙兴辉，咱台北孙兴辉，咱的新歌即将李林让安弹来祝贺，非常欢迎咱台北孙兴辉，咱的新歌啊李林安弹来祝贺。来，咱的时间有限吼，啊，是不是尽量来将咱的时间来缩短，啊，将咱的时间来缩短，啊，直接呢，啊，向着啊代表主办单位，啊，来向各位来讲一个拍摄，来回补强，啊，因为咱的时间有限，啊，是不是尽量来加快，啊，我们参拜的时间，啊，非常感恩，谢谢您的配合。用雷火电光，众神开手下无受用。以灵活施，通天透地鬼神惊。凶神恶煞，同我急走无惊。六顶六甲随倒转，天兵天将随我行。二十八宿随我转，我奉五虎神罪伏妖家。在此来恭迎咱台北孙兴辉、五虎陈水及立威众神圣家，日日咱设置立家红团、中团、万岁红团来参拜、来祝贺。在此来诚心恭迎圣家。咱的圣家吼，欢喜就好，欢喜就好。非常感谢咱台北孙兴辉。咱的新歌《李林红大》啊，欢喜就好，欢喜就好。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尊神会，我们的五福千岁圣驾，以及我们六位尊神啊，六位众神啊，圣驾啊，莅临到我们弟子李家中坛元帅的红坛来参拜来赐福啊，请我们的神明、我们的神驾啊，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哈。再次呢，啊，请代表我们的主办单位戏子李家中坛元帅啊，由我们的会长李君彦会长啊，来诚挚的欢迎我们台北尊神会的众神尊、众神驾，感恩，谢谢你们，谢谢。有手机的帮我们拍个照，来往前一点，往前一点。来，各位啊，咱很主席安德要来介绍，是咱的吴大哥啊，黄大哥，我们的黄大哥夫妻俩非常的善心，提供我们免费提供我们的场地办理这次筹备五年的平安绕境大典，感恩，谢谢你们。我们的黄大哥人非常的慈悲，也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和蔼可亲啊！希望现场神驾要莅临，来，我们要燃送鞭炮哦！我们鞭炮要点了吗？请我们戏子李家中坛元帅的工作同仁，麻烦尽量往红坛靠近。我们的活动即将进入尾声，麻烦请我们的戏子李家中坛元帅，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尽量往红坛来靠近。我们的活动即将进入尾声，今天我们的压轴来自我们台北的尊诚会
我们台北春城会的压轴，我们的神将莅临。再次呢，待会我们要共同的来祝福、来庆贺、来感恩、来感谢。非常感谢咱台北春城会，咱的新家五福神水，家里的为众神，新家莅临，人红团来参拜、来祝贺。还主席来准备来鞭炮，来恭迎地府春水新家。来一次，一次，一次。来，我们现场燃放鞭炮，注意安全。来，恭迎。台北尊诚会，我们会长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尊诚会跟尊圣会非常感恩，谢谢你们为了这次活动大力的相挺支持和大力的帮忙。带出来恭请咱台北尊诚会地府春水圣家莅临安坛来祝贺。带出有一人是这里家咱会长李公干先生，在祝天下上兄弟，好好天空遍大千，牛烟袅袅北上天，三星经历做道明，恩情多听万年福寿恭敬言，一奉香拜，再奉香拜，三奉香拜，家上香。跟你换香，请我们的特助李长进由我们的特助来接收谢谢我们慈府千岁以及广泽尊王，还有五府千岁圣驾莅临，感恩欢迎你们，欢迎恭迎献家，恭迎献家。没有酒精，我们没有酒精。看在标，恭迎咱台北春城会五福千岁、地府千岁圣驾，在此莅临，人红团来祝贺。来两桶哈，两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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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事，没有倒一半的。献饮料，第一次看到你哦。尊诚会，尊诚会，台北尊诚会，台北尊诚会，来开始喝，开始喝。现在时间晚间七点，你们可以喝到八点。可以喝到八点，对对对，可以喝到八点。不要不要不要，我还不想，我明天还要上班。那个才喝到六分七分满而已呢。还可以吗？还可以吗？尊贤辉大爆，尊贤辉大爆，尊贤辉，现在是要跳起来了吗？半都还不到啊！好了，谢谢谢谢。哦，来，哦，那一桶喝最多。好好好好，
肝胆相照。谢谢，肝胆相照，来自我们台北尊诚会，非常感谢我们五府千岁跟慈府千岁圣教莅临到我们会场，非常感谢。有人回去，小心小心，没事。等一下结束再喝啦，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团拜的仪式，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团拜大典要来进行。我们同在一起，在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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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情了，太感动了。谢谢英勇雷会成功，众神起心下无受伤，恭迎五虎千岁，地虎千岁，四更配更吉祥。来恭迎大伯春仙花新家莅临，咱谢谢你家中大万岁，来参拜来祝贺，在此来贺喜，咱恭祝春仙花花舞春荣。累了累了，要欢呼了吗？记得感恩感恩，谢谢谢谢我们尊诚会五府千岁慈府千岁圣驾莅临，也感恩我们尊诚会跟尊圣会这次的协办这次的商品，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加班同仁已经累了，辛苦辛苦。再出来恭送咱台北尊贤会五府千岁、地府千岁、圣尊来莅临，咱红团来参拜来祝贺。再出来恭祝咱台北尊贤会会舞春荣。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交班同仁，由我们会长林玉浩会长以及我们副会长率领的全体种植室人员我们的副会长吴秉如先生以及我们的会长林玉浩先生共同率领的团队同仁，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
感谢咱台北县社府小花团，咱台北县社府小花团啊，在厝内商量，来加持，来祝福。很准时，咱准备要来行团拜大礼啊！在这期间，要来先恭送咱台北尊贤会，咱弟父千岁以及五父千岁圣驾啊，就是来恭送圣驾。好，麻烦我们西子李家中坛元帅全体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列队，我们来列队。我们今天的活动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准备了一个团。